演讲的性质，啊，我想讲，上一节，因讲这不是政治活动，今仔日圣仪乐医诊所开幕，更加政治活动，所以这点应该无问题甲对。但是要片面演讲性质这点呢，我就小甲头壳疼，害我几礼拜人睏袂去。我一直咧想讲，啥物叫做地俗，啥物叫做演讲，演讲甲地俗有啥物无共款？伊讲只会上地俗，未当演讲，所以刷入去。我你讲话就是，唔是演讲的地俗，会演讲致辞，安尼会使嘛吼？首先。我要提出三个感谢，我要先感谢咱的蔡总统。那如果不然蔡总统阿边啊，无可能在这几个月中间会当去台北，甲姐姐、师大、乡亲朋友来见面，来握手。那如果无蔡总统，我也无机会去听音乐会。那如果无蔡总统，今仔日我嘛无机会公开来讲话，非常的感谢咱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、台湾的院长、姐姐、先进贵宾、好朋友，唔是来到现场，无就是送花来祝贺，大家来到老爷，非常的感谢。再就是感谢咱的蔡总统，谢谢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